我们现在就是巴比伦实验室了，可是没有发现第二律者的踪迹。难道说，第二律者已经进入塔里面了？德丽莎，小心！刚刚那只崩坏兽又出现了。可恶，阴魂不散的家伙，是在拼命为第二律者拖延时间吗？提安娜，一起消灭他！ 生意生意ね。ふん、バカじゃないの？